你要问我2019夏天最大的感触，其实我觉得说来自于2018年的那个夏天所有人的付出吧，有2018年每个人的辛勤的付出，才会有2019年这个夏天美好的收获，所以我觉得每个夏天都值得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战，在剧中饰演魏无羡，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在泰国跟大家见面，然后希望今天是一个很难忘的夜晚，谢谢。风车春夜风消灭，在一周将烟晚来蓝星归，这片柳叶吹着天边，展开泛黄的纸鸢，回首着人间，将灯飘遥远，往事随波如游一片。高台倚栏间，鲜飞狂花满长街，玄武洞天也曾教学细节，几平看过儿，心闻勇绝何惧人言，纵如火海人抱怀垂怜，也曾笑多久叹千条不俗十里春，不管生死事，愿和尽做江湖世中人，前影深，相逢是梦还是真，隔世春秋后，前世因果就会落成恨。说到今天晚上的这个见面会啊，会不会有什么精彩的部分？他们的手呢，他们的腕的手腕，他是腕的肩膀的腕。มี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ที่จีนนะครับพวกเขาจะได้นำที่ไหน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นะครับก็จะเรียนรู้เนี่ยเรียนรู้อีกอย่างหนึ่งที่เรียนรู้ที่说到这个小伙伴也是那个婚姻的这个角色，对于你来说就是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会，对，当时其实在拍的时候，其实自己对于自己的演技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然后当然是我觉得整个组包括导演啊制片人还有所有演员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现在倒过头回去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当时尽力了，所以我觉得还 OK。 演得非常好，就是说王一博就是才22岁，那你的潜力这么棒，那你还有哪一个项目是想要挑战的吗？还挺想开开飞机的。啊，开飞机，好啊。新榜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肖，我是老汪。
巴沙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我是王一博。巴沙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博，我是肖战。